化的资产啊，或者是啊我们即将推出的2017年的台湾灯会呢，啊想必呢能够引起国际观光界的啊非常高度的一个关注。所以咱这回去日本东京的这个场店是非常成功的，嘛吸引了国际旅游界的一个关注。好，安尼还阁未煞一落吼，伫咱国内嘛爱进一步来行销的对吼。啊，所以讲伫11月7日甲11月7日，伫台北要举行的台北的国际旅游展。那因为我们是2017的这个台湾灯会的主办县市嘛，所以也非常感谢哈啊主办的中央的观光局呢啊对我们也特别的帮忙。所以讲咱这回呢，咱做着。哪个单位是嘛真大的对啦吼，而且不但是讲大了吼，我们的这个位置是非常棒的，我们就在观光局的服务中心的旁边啊，啊，所以人来人往，一定也是整个台北国际旅游展的焦点啊。灯会在云林，九零到底来气头。我们希望所有的与会嘉宾都能够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，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我们能立足台湾来放眼全世界。